有没有 announcer 啊？来，让我们欢迎杜兰杜兰。大家好，你们应该都很熟悉这个 rebound 篮板球的意思。那今天要教大家另外一个英文双关语，弱将 weak sauce。弱将是什么？弱将就是像去刚认识的朋友家，第一次去，然后借用厕所，二号那种，然后马桶发现冲水是坏掉的。真实故事发生在我身上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说 weak sauce。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流行用语，或者是你朋友跟你推荐一家餐厅，超好吃，所以你一定要去吃这家，就非常的夸张的一次称赞，你最后去吃，觉得超难吃的，那也叫做弱酱。或许只用言语形容无法让你们体会到什么叫弱酱，所以接下来请看 VCR。非常优秀又帅，跟我瞎瓜还会编曲的严爵全创作才子。是骑马舞吗？会弱酱。感谢收看这个星期的 video blog， 希望你们都不要遇到一些弱酱的事情。